主料，鸡蛋两个，西红柿两个，辅料油盐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鸡蛋两个，磕开，加盐打散，西红柿洗净后切开，锅中放适量的油，倒入蛋液先炒，待蛋液凝结，加入西红柿一起炒熟，出锅装盘。烹饪技巧，西红柿熟得快可以厚放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